你的另一半是节日的毁灭者吗？那我先生就有一个，他有点社恐，他就说看我就是如鱼得水，串来串去，他越看心情越糟。我会看着你黄小柔10秒，你要是没有回头，我回身就走。他每次只要去我朋友的局，他就是一直在放空，你都也不参与。这样子说，你女朋友来到底来干嘛？对，你买鞋店、东森超市、圣子丹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